你醒啦？啊，今日好似精神啲喎。饮唔饮水啊？肚唔肚饿啊？何公，你应承我一样嘢啊？你讲啊。如果我真系唔得嘅时候，你帮我掹走晒啲仪器啦，唔好夹硬留我喺度。唔得噶，唔可以噶，我唔会俾你走噶，唔得噶。你唔好俾我咁辛苦啦，好唔好？对唔住，对你唔住，唔关你事。我突然想起老豆那阵时反对我哋一齐，我算命话唔啱我，但系你真系命中注定的。如果系命中注定嘅，我当然宁愿我。如果冇同你一齐嘅话，我连20年嘅快乐都冇噶啦。所以我不后悔，我都没后悔。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得留低陪你哋。小钱包情牵鬼探前传，星期一至五晚10点 ，ViuTV。